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Sefa， 大家都好耐冇见过啦。因为近排都比较忙，所以就会变咗出边嗰度就比较会慢咗少少啦。今次入边就澳门嘅澳门系列嘅。咁我都邀请咗嘉宾嘅啦，咁佢系叫 Miko 嘅，佢系一个书法家嚟啦，笔名就叫做 Luna， 非常擅长写字啊、画画嗰啲啊。咁有啲杯系可以刻咗个名字上去嘅，咁而佢都识嘅。咁佢都帮我好多品牌合作过，写个书法啊、画个画、写挥春啊。喺影片开始之前咧，首先感谢一直支持我嘅会员、订阅我嘅观众、支持我嘅观众，你哋嘅支持就出边嘅动力。未订阅嘅朋友麻烦动一动手指按按订阅，顺便揿埋个钟仔，选择全部，有新片抢先睇。唔讲咁多啦，开片。呢、這个火火系啦。咁我明系澳门系好耐系啦。咁啊拣一间餐厅就 meet up。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食過嘅，佢都開咗一段時間啦。咁我之前都食過，但我冇拍過片。咁我今次請嘉賓上嚟傾下偈啊，同埋就係介紹下依間餐廳，即係有啲咩好食啦。咁我上次食過都覺得很好好食嘅，咁我想分享俾大家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嗌嘢先。呢、这个就是大汤饭配汤嘅，板豬呢個就係、是，個醬都好味啊，有啲麻辣咁樣啦。呢個係牛嚟，呢個係洋葱嚟，係洋葱嚟嘅。呢個好正喎，呢個。點啊點啊點啊！呢個茶碗點啊？菠蘿嘅海鮮湯。你海鮮湯。其實點解你最中意呢個書法咧？有咩啟發令到你會比較中意呢樣嘢咧？其實我覺得係有遺傳嘅。我知道我舅父寫字嘅，佢喺佢嗰個紙巾入邊做咗做嘢嘅。以前就係幫人寫字啦、寫信啦，咁佢就教咗我媽咪寫硬筆。佢話媽咪寫硬筆好靚，係有呢啲分毫下面都可以寫字嘅。小字係嘅意思咧，即係你中唔中意呢啲啊？小界哦，大隻啲嘅點？細隻啲嘅哦，小最細嘅可以寫到0.8，即係解書嚟嘅。CM 一個格嘅零點八 CM， 即係八 mm。如果需要咁細格嘅話咧，係進步到整齊一件好難嘅事。牛小排，哇！入口即溶呢個咩啊？因為入口即溶，好好食。我唔係話寫書法好搞心啦，但係咧，我睇過咧，有啲人話咧，即係寫字等於做人。一定係，我哋就係講緊嘅話，好似教育啦。有個字品未必有個人品，就算個人個字寫得幾靚，個人多啲咩咁樣都冇。牛肩呢個啊，新年快樂！好似係咩歌嚟？五百集是但啦 ，OK。係。紅紅火火。係啦，越高越好。係啦。爆咯！爆送。爆！我爆得唔得啦？係，我仲要爆裝嚇，我要爆，我要爆裝。係啊。我要爆裝。係啊。係啦，祝身體健康啊！系，即系你自己本身嚟紧会有啲咩目标啊？对书法呢样嘢，咁当然就系我先至第四年啊嘛，写书法，我就觉得晋升自己嘅技能，因为我觉得点都要自己揾翻个感觉上去，因为我其实上一年系有啲瓶颈嘅。
老師問我點解你要寫世界，係啊，你係好拘謹嘅。一樣嘢我覺得都會有瓶頸位嘅，但我覺得係唔好放棄得㗎啦。只要你唔放棄嘅話，你就會一日係會成功，但你如果放棄就唔會成功。所以我以前嗰日成功技能提升啦，文學要多啲翻啦，做多啲作啦。因為我希望多啲人知咧，奧運而家少咗人知嘅，都係啊，少咗人真係字寫書法。咁同埋我喺教學期間咧，都得到一啲成功感嘅。首先咧，見到學生進步啦，第二我見到佢開心嘅。咁你喺澳門嗰度開咁大啦，個收費都可以咁樣。收費其實都係1000蚊。大約是一堂一個鐘定嘅，個零鐘。但個場地就場地係做一啲基礎。我想點解係個零鐘咧？因為其實我覺得人咧專注力咧就啱啱開頭嗰兩個鐘，你一超過咗咧，就算你寫字寫得幾靚，你都會覺得唔緊，因為會俾條。嗯，我教書法咧咁聽到一啲學員反映，佢哋都開心，係因為佢哋唔係淨係學識寫。即寫一些不同的書籍，即簡單來說 Mikko 其實他不單止是純粹是教書法，還有他是會留意學生的感受的，真的 Mikko 真的很喜歡書法的東西，他希望令到多些人去喜歡書法，所以他怎樣去教導人，怎樣令到人喜歡這東西，找到樂趣之後繼續學下去，就算下一次不是他教，但人喜歡這樣書法都想學下去，這是他的一個理念。理念開心到是有些學員是學完這個過程繼續，我都很開心觸動到人的，當然這個就是西拉牌，這個同學真的好像是金子，我即是完全不錯，這個重聽我剛才不過你信我，我覺得你是會有成功，我希望可以。大家如果是就算是香港朋友又好，澳門朋友又好，或者其他各地朋友都好，咁如果是對於書法有興趣，我都會留翻阿 Mikko 嗰個 IG 喺度，大家可以 contact 直接 contact 佢啦，或者 DM 佢，或者可能你細書法好勁都好，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嘅咁樣咯。係啊，呢份都係同版書係跟嘅畫筆嚟嘅，同版書跟畫筆嚟嘅，好快。我呢個就整完跟畫筆嚟嘅。哦，蝦好好正啊！真係啊，個蝦好正個蝦。早食過啦，啱啱大家食過㗎。係啊，真係再食啦，好食啊，班車。我個湯沙真係好好食。真係好好正，哇，真好正。唔關鍵嘅。我都好正。咁啊，今日 Mikko 帶啲揮春嚟，可以分享下。我哋就一張。啲字好靚，好靚啲字就係兩張㗎，係咪？係兩張，一樣嘅。黃家寶，係豬籠味咯。好食喎，我覺得呢個出曬煙。好食啊！好亂啊！啲咁大家如果係有啲關於書法嘅問題，歡迎喺下低留言啦，或者直接 DM Mikko 都 OK 嘅。咁佢嗰個 IG 我就 po 翻出嚟噶啦。對於親民點樣咧？咁我呢個係澳門係澳門系列啫嘛。如果係第一次嚟嘅，佢話經驗一流，依家即刻 book 台，即係落嚟㗎。係即係 book 台真係。咁同埋嗰個哥哥真係好紅，係啊，同埋擺盤都好靚咯，超級精緻。如果大家未嚟過，可以值得嚟試下做都可以嘅。咁我都會鋪翻曬資料喺度嘅。係啦，咁啊，今次對 Mikko 嘅問佢個書法嘅了解咧，大致上都係咁樣。希望大家都嘗試下寫書法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寫書法其實喺澳門嚟講，聽你講話全部都唔算多，我都唔係好少聽到。目前據我了解咧，寫書法嘅人多啦，同埋教學書法嘅人已經都好。因為依個畢竟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同埋自由嘅文化啦，咁希望大家不如接觸一下，其實發掘大眾一啲意想不到嘅心境未嚟。都係，係咯。咁好啦，咁啊，依條片就去到依度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拜拜。